大家好，我是唐柳林，今天给大家做一套保健操，主要是针对肩痛、腰痛和膝盖痛。其中我下蹬和踢腿的那两个动作是针对膝关节疼痛的。膝关节疼痛的话，如果你不运动，它会疼痛加重，所以要适当的运动，增强大腿的肌肉。那个动作也可以坐在椅子上做，或者在椅子旁边做，以防止跌倒。谢谢大家。
大家好，最后我拍打的那个是足三里，对脾胃不好的人可以经常敲敲足三里。我按的地方是三阴交，现在秋天到了，大家按按三阴交对身体比较好。还有运动前后要喝水。这个地方是日本静冈的一个沙滩。好，下期再见，欢迎登陆啊。